我这个时候不下手，我等什么时候呢？我也不是为了洗白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也受到了法律的惩罚，也受到了教育。首先我是一个退伍兵嘛，然后2018年退伍之后，然后我一个战友跟我说让我过去做保镖做司机之类的嘛，把我骗过去，当时去的一个叫做木棉岛的地方，在金三角那边。当时我们过去过后，就把我们的护照、身份证、手机全部收掉了。当时我们过去之后，然后就是去一个园区里面，八九个人住一个地方，而且吃的也很差，住的也很差，就是那种平房里面，板房，住在那里面，一天工作了12个小时，从下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12点钟，一直不停地干活。而且当时我过去是因为说是过去当保镖，给老板开车，然后我们过去的。后面在那里待了2-3天过后，我就想办法我要回来。后面就被那个他们那个所谓的组长说，我说我要回国，他那边组长就让我赔各种费用。而且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是他们叫到一个当地人帮我送回国内的。因为这个东西我说出来很丢人，是因为相信自己的战友。后面我经过了解嘛，就是我战友把我骗过去之后，我战友可以拿到30000块钱的一个佣金，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头费嘛。而且我们过去之后，我见过太多太多就是那种特跑被拉回来打的那种。就是我旁边宿舍的有一个江西的一个孩子，差不多21、22岁的样子，被抓回来吊在那个树上打了3天3夜，基本打得已经不成人形了，用那个电棍电。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人了，那个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也不知道干嘛去了，反正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他把我们接过来的地方，是在一条河对面把我们接过来的。我也希望我这个事儿吧，希望那些退伍兵不要相信自己的战友，尤其是退伍很多年的那种，在网上所谓的战友的那种，让你过去当保镖、司机之类的，那种100%就是让你过去搞诈骗的，没有什么要求的，就让你过去搞诈骗。过去之后，护照、身份证、手机，给你收掉之后，你就完了，你这个人。那天晚上的时候，我说我要辞职，我要回去，说我不做这个，然后他们就没说什么。后面说让我下班，然后让我到宿舍里面去嘛，然后我就回去了。第二天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大组长就让我赔钱嘛，让我把钱赔给他们，什么机票、渡费、食宿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，总共6万块钱嘛。当时他让我赔，我说我没有钱，我不会赔这个钱的。然后他就让我继续上班，说你什么时候有钱赔了，然后让我给钱嘛。因为当时骗我过去的那个战友是他们的一个小组长，也就没有说我什么，因为那边人还是挺多的，差不多有300-500个人，就是他们一个公司在木棉岛的那个别墅区那边。第二天我还是去上班，但是晚上下班的时候，我就留意了一下他们那个仓库的保管员，就是保管我们身份证、护照和手机那个人的位置嘛，就是住哪里的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就是放到哪里的，我看了一下大概位置。晚上我下班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回去嘛，就没有回宿舍，我说我去喝点酒。然后那个组长也没说什么，他说你早点回来就行。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组长和大组长还有那个主管，当时他们在2楼喝酒，然后我去找他们，找到他们过后我说我要走，我第二天我要回国，我说钱我这边想办法赔给你们。然后他们就不同意嘛，就一直在骂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喝得很醉很醉的那种，就是说话都说不清楚了。然后我就看到
他们有一个人是有钱的，就是那个主管，差不多30来岁40岁的样子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反正他妈你不让我好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好过，当时我就先过去把那个主管干倒了，然后就把那两个组长和那个大组长打倒了。过后当时他们想叫人嘛，然后我感觉不对劲，然后我就拿他们那个酒瓶子，就是一个白酒瓶一个洋酒的瓶子，然后把他们三个打倒了之后，然后我就抢他们手机，把他们手机给他们砸了。过后然后我就翻墙，从那个他们那个阳台上面，他们阳台后面就是一条河，河旁边是个桥，我叫了那个司机在桥上等我，我说我马上过去找你，然后那个司机在桥上等我，就过去了，然后从二楼上跳了就跑了。当时走的时候我是给了20000块钱嘛，然后是从木棉岛到的那个莫寒的口岸，他给我送到莫寒的口岸，送过去之后，然后我就把手机号和微信号还电话号码全部都给换掉了。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动手嘛，因为那三个人就是差不多1.7米左右，就是不是那种很壮实的那种，就是就很瘦，差不多120斤的样子。因为我很壮，我1.83米，然后差不多85公斤的样子，然后我就选择动手了，加上他们也喝醉了，然后我就选择动手，我说我搏一下，看自己能不能搏得出来，搏不出来就算了。哪知道我搏出来了，当时我就啥都没有想，你不要我好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好过，然后我就下狠手，我就说大不了就是死嘛，死我也要拿个垫背的，我就把他们三个给干了嘛。因为加上自己练过散打，在部队那么多年身体比较强壮嘛，我就把他们三个干了跑了。我是侦察兵退伍嘛，然后也懂得很多东西，像那种侦察反侦察和那种近身格斗之类的，加上以前练散打，我也会这些东西，所以当时我就想大不了就是一死嘛，要么你把我干死，就这么简单。反正当时他们也喝醉了，我这个时候不下手我等什么时候呢？我也不是为了洗白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也受到了法律的惩罚，也罚了款，也受到了教育。我当时就在想，我自己一个侦察兵退伍，而且我又练了那么多年的散打，你120斤1.7米左右我还打不过你们，而且你们还喝醉了。我当时我就在想了，要么我把你打倒，要么你把我弄死，就这么简单。